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Now, just because I'm 2 years shy of 30, I'll be gosh darn if that doesn't mean I'm still cool. Right, the 20s? All right. Woo! Yeah! That's why I'm getting a tattoo, baby. Yeah, that's right. Okay, very hurt. This is crazy! You know, I went skateboarding once. So you ready? Yeah. Okay. Is that the needle? Do this. Sorry. Okay. Yeah. Relax. Okay, 差不多。 而且20多岁也是人的成长最就是蜕变最大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的就是心理的一个历程是特别特别就是重要的。
这些歌不是说要去刻意的去表达我们二十几岁，其实 The Twenties 是一个名字而已，它可能只是传递一种比较一个很好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信息吧。然后我们的这些歌主要也不是说我要刻意去宣扬可能我很年轻或我怎么怎么样，然后也只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可能一些小的想法，就有可能这些就是比如说某一首歌可能就是我在和比如说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亲人然后聊天的时候可能突然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有可能是哦有一天我忘记了就是比如说我弟弟的生日，然后他就很伤心，我觉得我特别不好，然后我也把他就是写成一首歌。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乐队首先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大家同龄人在一起，其实我们就是乐队当中大家说话比较没有顾忌，不需要顾忌很多说情面上的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本身它很纯粹，然后没有必要因为很多人情世故上的东西然后就是耽搁这种就是大家在音乐上面的探索。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队里面就是这点是让我最舒服的一点，就是比如我们排练的过程中每个人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只是单纯的想把音乐做好。然后赵丹阳呢他这种就是他创作的这种精神我也挺吸引我的，就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音乐的道路吧，就是他把他自己想的和对他想的这些东西的看法都写成一首歌。我觉得摇滚乐嘛可能就是应该源自于自己的精神和内心吧，所以我也挺佩服他的，所以就自然而然就跟他们就玩到一块儿了，而且就慢慢也就走起来了，算是第三个乐队。我在我们四个人里头算是最小的，自己最小资历也是最少的，然后对我很容易能加入到这个乐队当中。然后我现在还在上学，然后我那个大学期间也是组过乐队的，但是就没有他们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对音乐理解啊，就比感觉比我在学校里组乐队那个有更高的一个层次啊。不要看我。可能走到就是玩乐队这条路上的一些人嘛，都是一些可能不是说你安于那种就比如说世俗意义上的一种就是生活，可能在中国吧，可能很多就是像我们的父母，然后都希望我们就是走上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职业发展的道路，就比如说你去一家很好的公司然后工作，然后可能你的可能赚一些钱或者是一些地位，然后以后可能就衣食无忧。但是我觉得我们几个都不是说可能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那个是我们是the Twenties。
day when you said she was so cool. She likes Motley Crue. Well, you don't.